大嘴鳄的火山石烤肠。又开始到了囤货的时间了，今天下单的都发45根，39.9块发45根，比平常时多挣5根。老香了，我今天吃的是那个黑胡椒口味的，这种烤的裂口的最香。这里虽然是有一点点焦了，但是真的很香。安康鱼翅。